哎，老公啊，你别光顾吃肉，你吃点菜啊。这海带有什么好吃的？这不是海带，这是咱家颜色裙带菜。行，那尝下。还可以啊，挺不错的。你这什么菜？裙带菜，特别好吃。您跟朋友们，好介绍一下吧。那行，我跟朋友们介绍一下。来，哥姐，这是咱家颜色裙带菜，质量非常好。回去啊，简单冲洗两拌。